设计了30分钟，在国内国外都是首度演出的一个节目，它的名字叫做光。那这个光呢，它是包含了四大元素，也就是地、水、风跟火。
用心来做策划，希望讲会当予民众来到咱环境港经济的时阵，看到像市长讲的台湾上水的景色。啊，所以一打办了，继续开始的筹备，明年要做啥物？啊，其实这拢是予阮足伤脑筋的一件代志。不过这个过程，透过这个过程，我实在增加一个艺术家，嘛看到台湾有足济足济非常优秀的艺术家，包括咱在地的艺术家，拢有机会来邀请来外地港顶尖来加做创作。拄啊，杜老师的团队，我大家报告着讲，今年顶尖的特色有精彩无？有。我在这边感谢杜老师，伊的团队真正非常非常的用心。我已经来看足侪遍，我来看的时阵，我一定会问足侪民众，其实真拢来咧翕相，所以拄仔队长来甲我讲，哦，网络拢咧传遐个相片啊。事实上，足侪相片我嘛是伫网络顶面看到，啊，事实上哇，真水。啊，我拢问来的民众讲，啊，今年差旧年有啥物无同款？哦，今年更加水。2017月津港灯节，在。谢谢。那我们现在看正前方，其实大家都在正前方。